玻璃顶给林立有两张小块的空空树，而且成长有上百年了，是当地居民眼中的共同夫妻树。在老一辈居民的心中，也已经有了真深的感情。不过近年来，这两张老树的状况无好，树苗也是愈来愈少。为着要抢救将要死亡的老树，地方是找来树医生进行治疗。同时嘛，东关社区居民协助抢救老树，希望空空枯死树会当来恢复生机，继续守护地方。伫树根的所在拍空灌水，改善土壤变硬的情况。这乌毛土拢要爱干条条铺设伫树根面顶的水泥甲垫啊杆嘛，全数拍掉，让老树会当喘气。土壤若像垫啊，白金哦，树啊就变水啦。啊，阮这水就拍落去时吼，让土甲不土这空气甲水分会当落去，吼、哦。啊，迄根的部分，幼根的部分，都大足水的。啊，根也水，哦，树啊都用起来。肥料。系啊系啊。挖深，然后把肥料塞进去啊、哦。先改善树根生长环境，然后重新为老树叶背，希望挽救将要死亡这对红红夫妻树。我囡仔的时阵，就出出入入都拢直接出入哦。啊，对这两丛树，伊早足茂盛诶，足水诶，吼、哦，要行去遮过咧，伫树啊脚闪凉，晒松晒吼，直接休困。一直冷呢啦，一直萎凋伊安尼啦。啊，我迄树啊背吼，佫会剥落，看伊安尼老。啊，阮有一个感情。伫这个情形吼，就是讲，伊若一直萎凋伊安尼吼，我呢足唔甘，嘿，我呢真正系足唔甘。玻璃顶基林里这两丛小块红红树，居民将因叫做红红夫妻树，树龄拢已经超过一百年，更加是玻璃顶来少见的百年红红树。老树生长伫日式建筑厝头前，嘛是老一辈居民囡仔时代上美丽的回忆。啊，这个所在较早是一本藤厂，嘿，藤厂做乌藤的，伫外口这种。吼、哦，一丛个空就拢做伫遮，大鼎真大，真大。当阵即两丛树啊，都有啊。嘿，迄阵都有啊。啊，即两丛树啊，确实讲我真有感情，就是我迄个时阵，我拢我过来。真摇的这两棵老树吼，那去有死伊安尼呢，足无采。所以，阮才有想着讲啊，即两老树，阮是毋是我都来甲救起来，吼，伊阁恢复伊早的迄个生机安尼。啊，大家嘛希望讲，即两丛树永远吼，来点咱纪念你吼，啊，大家来欣赏啦。咪只学着讲，咱的树的部分伊是会破病吼，啊，咱免啊抢救咱的树啊。啊，第二啊，你应甲即两丛树啊吼，甲会当甲抢救起来话啊吼，嘛是地方一个资源啦。因为生长环境无理想。地主老树生存面临危机，为着让老树会当继续守护社区，居民找来台湾老树救援协会、甲中兴大学等单位协助。根据树医生诊断，老树并无感染和根病，只要改善生长环境，让老树的树根生长较好嘞，就当真紧恢复原本健康的模样。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。